新仔大嫂啊，嚟俾啲掌聲啊，大家。好，第二位，中文大學嘅黃錦鴻。第三位，城市大學嘅陳子昂。第四位，專教院嘅黃文健。第五位，教育學院嘅蘇有軒。第六位，教育學院嘅方家驅。第七位，珠海學院嘅李子豪。同埋第八位，香港大學嘅黎俊龍。